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再不婚也这人粉一马上吊。这二哥，这是子孙灯，擎天之油，可千万千万别让它灭了。 自己拿着，二婶，早点休息吧。 整个一混蛋吧！啊，让你三姑奶奶知道了，这不得笑话？
爹是个脾气顶好的人，他要是说什么，你应着就是。反正他老人家也不会为难咱们，不是？哦，兴水还没起吧？慢慢，一宿没回来，去，给送信，就是我咽气了，看他回来不回来。孩子，委屈你了，真是太委屈你了。爹，你们宁家几辈人世数更多，不是举人就是秀才，本来指望着你过来能帮助我一块儿梳理梳理他的人心，可没想到你看他。好孩子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，心里有嘛想不开的，你全看在我这把老骨头面上。请爹娘放心，女儿一切安好。上学，咱们换一个先生，换个学堂，好不好啊？不要，光会写字不会游泳的，我不要。上下大呼小叫，当心走了元气啊！我不要先生，我要他。女慕贞洁，男孝才良，只过必改，得能莫忘，枉谈笔短，一世取长。这市面上100斤大米都涨到5块大洋了，你这账面上怎么比去年还少了70%多呀？大少奶奶，都是嘛小日本闹，吃到一比划，5块变成2块，你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了？一长院的粮食都被小日本大哈车拉走了。大少爷、二少爷平时在外头做事儿，咱们后宅的该体面的时候寒酸不得，不过眼下这个时局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手头上也绝不能太松快了，都明白了吧？听明白了。要用钱都在这里了，这点管嘛用？那几本古书呢？什么古书？少了这套，咱们财务一帮年坏损，不让张氏给我纸钱，知道耽误多少事儿吗？藏哪儿了？哎呦我这！哎，翻本就靠你了，靠你！这是我爹给我的。躲！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啊？原来是二叔回来了。走。爹刚才还说起你啊，怎么二叔最近很忙啊？
这什么？要色儿没色儿，要哪儿没哪儿。要是再让我看见，我全家给你扬了。多喝几杯。这什么？这是我写的诗呀。这也叫诗？嗯，念念，让大伙儿听听。念就念。夜，无尽的漫长让你迷失方向。你大点音儿。夜，无尽的漫长让你迷失方向，墙，冷酷的阻挡，锁住你年轻的心房，星，软弱的照亮，不能带来一丝希望。走出来吧，冲出夜色，突破围墙，跟随星光走出来吧，迎接曙光。这叫嘛玩意儿？嗯，我花钱让你念上课。你写这个干嘛呢？还把自个儿大号还挂上，丢人现眼呢。爹。啊。过寿的日子可不兴生气。哎。我祝您福如东海。哦。祝爷爷什么呀？爷爷。我祝您长命百岁，一百岁。200岁，300岁呀！这孩子，真讲你们俩是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今儿个还真够热闹的。老爷子，我们俩给您拜寿来。哟，老爷子，第一次看见您就过生日，真巧。头儿，哎，这次大露露，头拜寿能带个生人，过了门就不是生人了，嫂子。这挑个良辰吉日，我问大露露也想象了一回。二哥，你这样我反对。你反对，有你所话份儿。是，你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，我也有我说话的权利。你想和谁结婚都可以，但是必须先给二嫂一个交代。交代。慢点。离婚。爸，这诗您不让我写，真话你也不让我讲吧？行啊，老三，南卡还准备拜年。忤逆呀，忤逆！要是娶小子忤逆，那全天位没几个不忤逆的。二哥，爸，您也该反省一二。要不是您把封建锁链套在二哥二嫂的身上，老三，行。二嫂，这是您自己的幸福，您倒是说句话呀。对，你也念一声。您爷们儿我，哎，也伺候一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没事儿，真的，没事儿，哎。说年轻事儿，说话。妈，说话。无耻！啊，无耻！你再说一遍，哥。你们俩这是要干嘛？今儿可是咱爸过大寿的日子。孩子，我让他给你赔不是。
要哪儿没哪儿的，请你尊重二嫂。等等，嫂子，后院事儿都你做主啊？我跟大陆的列位，别问了，问了也是白问。我不信了，还有我后脑干不成的事儿。混账，把这混账给我赶出去！都齐了，来人！可离不得呀。名存实亡，不如离个痛快。宣之说的都是些孩子话，你还当真了？傻妹妹，咱们外姓人也得替自己着想着想。你娘家父母都不在了，远房那个大舅爷能指望得上吗？真出了侯家大门，咱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。宅门里不是过日子，是熬日子。写写画画，看看闲书，要是还有个一男半女的，日头东升西落的，兴许还能勤快些。二嫂，您别动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哎，三叔，三叔，咔嚓我一下，看我的拨云见日。好，也咔嚓你一下。这间屋子怎么让你布置成这个样子了？这可是我的世外桃源。哎。抓的印儿，嘘！刚把我关上，还有我爷，告诉我妈去。这么难得一见的世外桃源，不正是闭关修炼的好所在吗？对对对，我闭关去。二嫂，给，倒一点啊，就倒一点啊。千万可别倒多了。嗯，来。哎，倒多了！哎，对，二嫂，您别动啊！三弟，嗯，要不我们把门窗打开吧？就在这儿呀，红娥。替你三叔找找，别管了，没听见。哎，看见掉这儿了呀！不可能跑别的地方去呀！找到了。真好看，像仕女图一样，连眼都看不清。黑三叔，我那张呢？我那张呢？二嫂，愿不愿做我第一个读者？啊。这一篇费了我不少时间，可是还望二嫂指点一二。
我的心师不大懂的。府上世代书香，二嫂肯定是童子功的高手。那我就凑个热闹，说错了，你可不许恼。哎。不痛吗？这一篇雅致倒是雅致，就是少了些锐气，不像你前一篇，将夜比作无尽的漫帐，使人迷失，直指人心。这倒是诗以言志的本意。二嫂。啊。我胡乱说的，你别介意。您记得我的诗？话说的这样白，是个人都能记得。干了。二嫂，下篇收好。谢谢。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父子不用心呐！哎，用你管！红红顽皮，二嫂您费心了。嘿，二嫂，您这……哦，走！哎，红娥，红娥，红娥，来追呀！红娥，给我三十，给我，给我！嘿，给我！不用心，收你清单。二少奶奶，你听我告辞。哎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还想不想听书仙剑侠了？先把今天大字写了。那我再写一篇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得写字去。
哎呀，看你霍霍的，那手上怎么都是墨了？来，拿笔。谨慎，小心火中。门户谨慎，小心火中。先买些胭脂，出门散散心也好。哎，让陶陪着一块儿去吧。哎，好啊。前面那家吧。哎，苏州的胭脂，扬州的粉，小店啊，都还有。这个是茉莉香的，这个是玫瑰香的。二少奶奶，是玫瑰的好还是茉莉的好啊？这个呢？啊，对，这个呢？这个可是东洋货。东洋的，专门涂手上的。姑娘，来，我给你试试。哎，二少奶奶闻闻。哎呀，太香了，我都有些头晕了。桃儿，嗯，你自己挑吧，我出去透口气。哎，二少奶奶，挑仔细些。哎，老板，给我看那个，挑那个。买回来了，咱还干嘛去啊？去那边看看吧。行。谁？我起的名字呀，太难写了，我要改名，改名。胡说！来，二婶给你做个示范。二嫂，从天而降了，从天而降了。什么从天而降了？读者来的信，从天而降了。好好写。什么？什么读者来信啊？您知道这里面的落款是什么吗？啊！红娥，不许偷懒。是您的读者，我的读者，我侯宣之的第一个读者。哟，前儿还说我是你第一个读者呢。这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嘛不一样啊，三叔，你说的嘛呀？去，我决定了，下个学期我转到国文系去。不就是一封来信吗？
又没有署真名儿，兴许是谁写着玩的呢？至于吗？哎，大大的至于呀、啊！伯牙子期也不过如此。红娥，写了这半天也累了吧？来，去玩会儿。红娥，下课了，下课了啊！哎，三叔，你那个安晴呢？在屋里，去拿去。茫茫人海，瞧把你高兴的！要不要叫下人到门口去放挂鞭炮庆贺一下？我该不该给他回信呀？笔在你口袋里，想回就回呗。回了人家也不一定看。哎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呀！知音能看到报纸，那爸也能看到报纸。哎呀，哎呀，这爸的责骂是小，哎，可是晚了给知音回信，那可是大呀。我倒有个对策。嗯，二嫂，您说，您说。不行。嗯。要是被大嫂知道了，会挨骂的。哎呀，二嫂，这大嫂不会知道的。二嫂，天知，地知，你知，我知，大嫂不会知道的。您说，您说。用笔名。对呀。好吗？不好。这川先生，我喜欢这二嫂。深知有礼了。行了，深知啊。啊。来，相看相看。谁呀、啊？赵家的三小姐。二婶，你也给瞧一眼。挺俊的。听说人家女工做的特别好。和三弟真相配。可不是吗？我不喜欢。大嫂，你就别瞎操心了，或许人家在学堂里已经有中意的了呢。哦，学堂里的姑娘吧，风风火火的也行。哎，你要真看中哪个，回来跟大嫂说，我派人去把她八字要过来啊。大嫂，又是八字，二哥二嫂就是前车之鉴。全知。二嫂，对不起。大嫂，现在时局这样的糟，已经到了国将不国、何以家为的时刻了。同学们都忙着忧国忧民，而我却忙着儿女情长，这多让人笑啊！难得三弟有这样的气节。你看，还是二嫂懂我的心思。哎呀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那也不行，顶撞大嫂。大嫂是为了谁啊？先成家再立业，这个道理没有错。那二婶说的话我爱听。是是。来，红娥。明天啊，跟你三叔一块儿去学堂。去学堂干嘛？给你三叔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好三婶回来啊。不要三婶，我要二婶，我要两个二婶陪我玩。这事儿我可不管了啊，都交给你了。好，都交给我吧。Thank you.
下，星辰子追回了唐石，二人飞上了一座孤峰。哎呀，这段念过了啊。哦，那我们再念下一段。话说，唐石使出了独门诀。哎，二婶嗓子疼，等你三叔回来给你念啊。我别缠着二婶，一会儿回来呀，我给你念。哎，刚回来又要去哪儿？新写的。胡闹！日本兵都上街了。他今天又给我回信了，所以我必须去报官。那我告诉他去。别啊！不要让大嫂知道。那行，那你让他再等一天，明天再说。好吧。还有，以后你放学回来，先到我这儿来吱一声，我替大嫂看着你。三叔，该你了，该你了，三叔，该你了。哎，该我了。谢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，谢谢。不用谢，你们排演话剧也挺辛苦的。我一会儿让陶送些水果过来。好啊，这。红娥，哎，跟二婶回去了。不，我要看三叔唱戏。听话，该回去上课了。哎，二嫂。嗯，轻点儿。哎，哎，宣之，哎，我们从 B 级长开始排。右走神。二婶，看我的顺风耳。哎。动三十不是嘛玩意儿？啊！二婶，剧本给您拿回来了。那我玩去了。二嫂，嘿嘿，您能再帮我们个忙吗？可嘉啊，当安仲根要出门的时候，大哥。一定要上前阻止啊！一定要阻止！怎么阻止啊？啊，就是不要让他出门，啊，不要让他出门。哦，这时候呀，二哥呀就要走过来了，鼓励仲根，让他肩负起去刺杀日本人的重任。哎呦，不行，你们还是自己来吧。啊，二嫂，这救场又救火呀！我可不会呀。那你要不踢一会儿，那我们就排不下去了。好吧，就一会儿。好，我要去了。不要再阻拦一颗誓死的心。不，我不让你走，那里有危险在等着你。不，不要再说了。我的心里有一个顶大的梦想，就是还给咱们一个没有硝烟的
家园，不，不要再说了。子弹会告诉那些侵略者，什么叫做正义。二嫂等你了，二嫂。哦。去吧，仲根，我的好弟弟，我不知道你那个顶大顶大的梦想到底是什么。大点声，大点声。哦，我只清楚，家人在等你回来，等你完成那个顶大顶大的梦想回来。二嫂，该过来了，该过来了。仲根。我的好弟弟，这一路把枪擦亮，把口粮带好，这一路路途坎坷，前程难测。宣之，你别去。二嫂，没这句词儿吧？大家休息一下啊，吃点水果。二嫂，您怎么了？那些都是假的。假的？啊。这打打杀杀的戏也能演吗？你们要过戏瘾，换个别的戏码行不行？二嫂，我们不是为了过戏瘾。这安仲根刺杀伊藤博文，在公演之后。一定会激起大大的民众抗日热情的，还要公演？对呀，在大后天的下午3点钟。不行，弄不好会出事儿的。二嫂，现在偌大的中华，像是一匹垂死的老马一样。要是连我们都不救他一把，那还算是中国人吗？一定要演。一定要演。二婶怎么说病就病呢？那等二婶病好了，咱再找二婶玩好不好啊？哦。下课同学在哪？知道吗？李健，人呢？怎么还不来呀？快来了，再多吃点吧。饱了。这是天山雪水炮制雪莲花而成的，吃了恐定能大增500年呢。这都几个500年了？小霞稍安勿躁，也许那人正在暗中观察着我们呢。哎，哪儿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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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儿啊，那您去那边看看街景，我在这儿有点事儿啊。
红娘，听话。二婶，三叔那是干嘛呢？三叔的心思，二婶怎么会知道呢？二嫂，二嫂，二嫂，您来多久了？来了好几个五百年了。小孩子胡说，我们刚刚才经过。那你有没有看见一个人从这过呀？大马路上这么多人，不知三叔说的那个人是男还是女啊？是女的。好，怪不得大嫂给你介绍的，你一个也看不上呢。不是啊，是三叔自己有心思了吧？不是，二嫂您误会了，是我那个以文会友的朋友，我那个知音。嘘，才通几次信就见面，真时髦。二嫂，你可当心了，要是对方是一个穿着长衫、留着胡子的男人，我看你可怎么办？不可能，线上的字迹娟秀得很，依我看呐，她一定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，一定是的。那可不一定。二嫂，您说她会不会生气呀？当然会了，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。是呀，完了，我们约好的是下午3点钟楼下见，可是那时候我的话剧正好开演，我一结束就赶过来了。您看看，我这衣服都没换。你跟我解释什么？你有错，去跟人家认吗？二嫂，他不会一生气真的走了吧？啊？女孩子家的心思。是挺难猜的，不过如果是我的话，啊，兴许会再等等。真的？我这心里还纳闷呢，以前离港都是横滨，这回怎么改长崎了？我就多了个心眼儿，上船去看看。好嘛，这船上装的哪是棉纱呀，全是大炮啊，一整船的大炮啊，炮筒子油亮油亮的，别提多瘆人了。万一就从塘沽过呢？不是，绝对不是过。天没亮，就把一船的大炮全卸下来了。再说了，那卸货的一色土漂，哪么看哪么是当兵的。要出事儿啊！这事儿你就该好好问问清楚。问？问嘛问？没等我开口呢，渡边的老小子就把我的薪水单塞我手里了。我一看，好嘛，你知道给我多少钱吗？多少？80000现大洋啊！这么多？是多。我是经手人呐，这钱是堵我的嘴呀。那我要再在日本人公司里干下去，我不成汉奸了吗？如志，爸，您别生气。儿子，咱侯家宁可要饭，也不伺候他。
您别生气，我听您的。饭都不来吃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而且还读了好几本书呢。不过，我还和川先生畅谈了一会儿。你都癔症了吧？说不定是哪个女同学恶作剧的呢。肯定不是女同学。从她的文笔来看，就学的底子相当了得。哦。二嫂，我新写了一首，我给您念念。我忙得很，没空听。您得听，您要不听，那肯定让人笑话。这川先生啊，没有高参在后。我给您念念。约他出来见面，唐突了，应该不会。我们俩书信来往有些日子了，他上次约我相见就是有意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嗯，还是不妥。我也觉得不妥。可是也没什么，二嫂。二嫂，倘若有人，我是说倘若啊，倘若有人约您出去相见，您去不去啊？倘若的话啊，鼎鼎重要的就去，不是鼎鼎重要的，那我不见了。果断一点。不见了。见。一定要见。是诗人，一个是知音，你不见面，叫我去做什么？人家是大家闺秀，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所以才让我找个姊妹替我去啊。那你怎么不叫大嫂去？不行，大嫂要是去呀，那肯定问别人要生辰八字，那不就糟了？嘿，二嫂，二嫂，好二嫂，这回叫二嫂可不管用了啊。笨蛋，人家信里不是说了吗？是要一个姊妹陪带你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姊妹。那婉儿姐姐啊？不对，妹妹。打嘴！您不是比我小几个月吗？那也是你嫂子。那是，那就姐姐，姐姐。好吧，去就去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家姑娘这么霸道，还没过门就不把我们三少爷放在眼里了，欺负婆家没人是吗？哎呀，二嫂，您怎么变成大嫂了？我这又不是去相亲，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要生辰八字。别什么？
护得可紧了。嘿嘿，那明天他要敢在您面前有半点放肆呀，那我就不给他写诗了。嗯，口不应心。嗯，那好吧，那你可怎么谢我呢？七十厘。小气。啊？那。去看看，倒也没什么。是这第一次见面，总不能空着手去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应该送点什么？送点什么呢？二嫂，那些诗都是用这杆笔写的，把这个送给他。真大方。二嫂，你呀就不该答应他，答应了又冒冒失失的出现，姑娘家最犯这种言而无信的人了。啊，不是，我言而有信，我是怕您不认识路，所以才跟来的。既然来了，就一起进去吧。好啊。哎，二嫂，你说我一会儿进去，我就。婉儿姐姐，婉儿姐姐，哎呀，婉儿姐姐，还是您替我美言几句吧。要是她肯见我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那你去那边等着，别让人家看见。哎，你来了，来了。这是川先生托我给你的笔，要收好哦。谢谢。你多大了？十七。呀，那你可该管我叫姐姐呢。宣之也管我叫姐姐。昨儿他还管我叫妹妹呢。不是妹妹，也不是姐姐，只是嫂子。只能是你的嫂子。
地上凉，来，把这个垫上。谢谢。小姐，好雅致的一个姓氏呀！那蓝小姐芳名是什么？第一次见面就问东问西，我才没那么厚脸皮呢。她长得如何？还行吧。啊？就是脸上有些麻子。啊？逗你的，还算是个漂亮人儿。那他有多高？和我差不多吧。胖瘦呢？比我胖一点儿，就一点点。真的？我二嫂是天下第一，我，蓝小姐就是个第二。宣之，哎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。刚才二嫂多嘴问了一句，蓝小姐好像已经……她已经什么了？啊？已经相过亲了。那只是相亲，不是定亲。那她是什么态度？她……哎呀，二嫂，您快说呀！不不不，您慢慢说，慢慢想，想清楚，不着急。她好像不大喜欢那人。那这就对了，那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蓝小姐哪儿都挺可人的，可就有一点。他好像不太爱说话，那叫稳重。那现在到处都是时髦摩登，难得有这样稳重的家人，难得，难得的很呢。二嫂，我的笔您送给他了吗？送了，我亲手送他手里的。那他没有说声谢谢呀？是谢我呢，还是谢你呢？当然是谢我的好二嫂了。您说，他会不会用我送给他的笔，来给我回信呢？号外号外，日本舰炮轰走桥了！号外号外，不打号外，日本舰炮轰走桥了！号外号外，哎，轩轩，先回家。为抗战到底！别喊了，军军，别喊了，没用的。那他喊，那他喊，谁也别拦着他爱国。二嫂，
那是今天的报纸吗？二嫂，你真好，进来坐吧。报上说，全华北的同学都联合起来了。二嫂，您这是支援抗日，改明我专门给您写一首诗。去我该去的地方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吃饭呢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再等等，等三叔回来一块吃。找着喽！哎呀，回来了！找着了，找着了！在哪儿？在学校呢。那你怎么会把他拉回来呢？哎呀，老散忙着呢。这小子可真是有两下子，一个人站台上滔滔不绝呀，那手里头连个稿都没有，这给我给听的，恨不得我都想冲上去扇那小日本两巴掌。你说我这办的叫嘛事儿啊？我还给日本人干活呢，糊涂！我要给国家一个交代。宣之有一不情之请，我又能帮得了你什么？是将报国之心化作殊死之血，生死未卜之前，我也要给他一个答复。
也能轻装而去。玄之自私了。你放心，他懂得。玄之，万事当心，就算为了蓝小姐。想办法，我这不是滋了吗？再说了，老三是让日本宪兵队给抓去的。宪兵队是什么人呢？是特务啊！误会搭不上话啊！那咱们使钱试试。钱得使对地方，找不着人搭不上话，光使钱有嘛用？真是。爸，别着急，有办法的啊！你来干嘛？
签上字。她就是侯家二少奶奶，我净身出户。先别急，三弟让日本人抓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玩嘛不好啊，非你妈玩革命，玩啊，接着玩啊，玩进去了吧？你给他，你是救老三吧？你这是要跟我谈买卖？你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你求我，你还那么横？大牢里关的是你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怎么着？这二十个还不够？就这点儿，顶多到贪污。这些够了吧？差远了。你，哎，我可没占便宜啊！老三从宪兵队出来，直接奔塘沽，上国军南撤的炮艇。这当兵的，我得使钱吧？第一站上海，我得请青帮老大把咱老三弄到香港去。大哥，青帮，那可都是混混，咱们再从香港奔越南，洋人地界儿。就这个，这够吗？最后从越南才能到长沙，算算，够吗？老二，家里可真的就剩这些了。那干部娘们儿，陪嫁不有几本古书吗？那个比这个好使。那几册明版的《漱玉词》，那是人家宁家几代家传的。老三的命都快没了，你这还假传了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咱老侯家的，你怕嘛了？你让我怎么跟人家长这张嘴呀？爹，保证能救出宣之。只要东西和钱一到位，包在我身上。不，干嘛？舍不得，拉倒。麻烦大哥和他一起去，看着宣之上船。荣志啊，路上千万小心，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了，别操心啊。知道了，嫂子。啊。大门口，一边一个。辟邪，走，赶快。二少奶奶，这蚊子多，给您取蚊子吧。不行，兰花最怕烟熏了。大少爷还没回来？还没呢，老爷和大少奶奶也等着呢，估摸着应该快了吧。回来了吗？还没呢。
爸！就让日本军舰给炸沉了！哎呀，我的天！我的心是一座危城，雷电和飓风袭扰了他的安宁，与我在空无一人的街头徘徊，困顿中寻觅你的倩影。我的心是一座危城，忧虑和愤怒坏毁了他的天庭，盼你从遥不可及的彼处现身，暗夜里带来我的明灯。Oh,
虚的信，是宣之的信。宣之，是老三的字。老三还活着，爸，爸，老三还活着，是吗？妈，来信了，老三还活着。啊，念念，念念，父亲大人，大哥大嫂，离京之夜，唐古外遇，日本抛弃，炮艇沉没之际，幸好抱住一块木板逃生，海面漂泊数日后，被一艘朝鲜渔船救起。知音，婉儿，你好，是误会，还是天意，都是奴人，还望原谅玄之奴钝。我已在长沙安顿，这里是没有禁锢的光明所在。素来翘首以盼。